杨妈妈，这边请，咱往前厅走。哎，好。哎呦，这么大的宅子啊，要是没有人领着，还真走丢了。<笑>杨妈妈，请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您先坐会儿，我去给您叫二夫人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 下午媒婆可就到了，赶紧给我想办法。啊，瞧你那脸出息，真不想娶啊？不讲。你跟那媒婆见过面没有？没有啊。那就好办了。你有办法。我铁蛋儿，想成事不容易，想坏事想的不用想。 是杨妈妈，是专门为童家办喜事儿、牵红线的杨妈妈。您是？我是谁？不知道。你忙活大半天，我就是给我找媳妇啊！你就是童家的四少爷？ 姓童，童字低的童。哎，正是的，童四少爷就是我，我就是童四少爷。哎呀妈呀！这，啊！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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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我脸有点花。其实也没什么呀，我就是小时候长过一点天花、水痘、癞痢疮，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那个就好了。哎呦，这下还了得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原来佟家四少爷是个马脸白痴，这要是糊里糊涂的把这事儿给办了，我怎么向汉子等交代？你给我找媳妇儿没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媳妇儿不漂亮可不行，必须漂亮。从小我爸妈给我的都是最好的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要最好的。哎呀，就凭你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还是赶紧走吧，这要是碰着佟夫人，尴尬。佟少爷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哈。哎，别走！哎，你挺漂亮的，你跟我相信吧。哎呀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哎呦，我还真有急事。欺负我？你欺负我？我抽风。哎呀！怎么回事？佟总长，我是杨妈妈，没事，我先告辞了。怎么回事？真是的，玉官，刚才怎么回事？玉官，是你？我就知道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啊！别躲着了，爹。哎，
你胆儿也太大了，居然绕到童组长家去了。你以为你有几个脑袋啊？喝茶。要烂茶叶沫吗？别喝。呀，相片呀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我决定，哼，玉官那朋友我再也不交了，没出息。哼，见着他爹就跟病猫似的，连句整话都说不顺溜，没点男人气概。哼，哎，也不能怪人家玉官。哎，你要是有那么一个当官的爹，你还不一定比他强呢。不可能，娶媳妇儿这么点事儿，他也不敢说。你不敢说就认命吧，还不行？唧唧歪，唧唧歪，肉劲儿的。哎，后来那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？哼，这得问你啊。问我干什么呀？你想啊，如果我给你麻子脸大傻了，你什么感觉？哎，去你的。哎，可是吧，我觉得麻脸小白痴比花痴强。嗯嗯，你又拐弯骂我。我是在九号公馆守着一堆花，那也不一定就是花痴啊。哎，而且我对他们那些女人，我就好像少根筋似的，我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说他们一天到晚，哎呀哎呀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都问我呀，女人心思问我呀，嗯，你也算女人啊？别逗了，你果然少根筋，是少很多根。杜爷，您走好啊！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伙计，再上一盘炒肚丝下酒，快点，快点。柳师傅，好酒性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是来想喝点酒打发打发时间，既然咱俩碰上了，好好的喝一杯。伙计，哎，来两壶酒，烧一只肥鸭啊。哎，上什么肥鸭呀，只喝点酒就行了。哎呦，下酒菜嘛。哎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豆腐爹，您是熟客，但这儿的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小本营生，恕不赊欠。你是不是怕我吃了不给钱呢？你典型的狗眼看人低，你。你看看，看清楚，这够不够？足够了，上菜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别生气啊，柳师傅，咱们套一句江湖上的话，那叫“人是英雄，钱是胆”。伙计，结账。您的菜，好好，来，柳师傅。现在还不是我动他的时候，真正想整我的人，看样子已经上钩了。这种人，休想从我身边夺走任何东西。